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瑶。新的一年马上就要到了，大家有没有收到一些喜欢的新年礼物，或者有没有想好给自己的朋友、家人准备什么样的新年礼物呢？今天录这一期视频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些我近期收到的一些新年礼物。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礼盒，当当，这是海蓝之谜的一个礼盒，很可爱的一个小绅士，是这样子的。被打开，那我就从一开始拆起，这个一号礼盒。这是一个洁面乳面霜，然后还有一个小的取量棒。三号礼盒是一个手部的护理霜，护手霜，秋冬的时候一定离不开护手霜。是这个精华水，我猜五号礼盒是眼霜，看起来有一点像，正好我的眼霜快要用完了。噔噔，哇塞，这不是便携，就是正常装的，开心。哦，这是一个大瓶的精华水，哇塞，太棒了，应该是用的精华。果然，看来我对海蓝之谜的产品非常的了解。这个是一个唇膏，我非常爱用，我特别爱晚上的时候用，而且它就是甜甜的，我每次弄完之后喝完水，我都觉得哎呀好甜哦。应该是乳液还是精华？也是一个便携的乳霜，紧致精华露。最后一个。精粹乳也是一个便携装的，谢谢海蓝之谜送我的这个礼盒，特别的可爱和贴心。我们来看下一个礼盒，噔噔，这是 Prada 的一个礼盒，好期待里面放的是什么，我来看一下。哇，快来看一下，看看有什么，很漂亮啊，这是一支口红，是这个颜色，非常的有韵味的一个颜色，是一个便携的小香水，木调香的香水，非常的淡。这是一个这样的小袋子，可以平时装一些化妆品啊，或者是水杯啊之类的。哇，好漂亮啊，镜面的，我从这里面看到我自己啊，是眼影哎，这个颜色好特别，而且我一定要凑近一点给你看一下它的这个质感，超美，改天我用它来化个妆给你们看看。这是一个保温杯，噔噔，好，这是一瓶香水，有一点微微甜甜的香气，一个便携装的洁面乳，这也是一支口红，看一下，这个是裸色，秋冬的一个颜色，便携装的面霜，最后一个粉底液，是我喜欢的色号，谢谢 Prada 送我的礼盒。接下来呢，要给大家介绍一套很特别的新年礼物，就是梦金源黄金的启祥古法古韵系列，噔噔。来拆开看一下，以中国高纯度精工金饰专家著称的梦金源新推出的这一套古韵黄金首饰，它的纯度是高达4.9的，而且呢它还采用了宫廷古法的工艺，还有珐琅的工艺，可以看它的造型给大家展示一下，有饱满的麦穗为设计元素的，然后是这样环绕成了一个圆，在这些麦穗的中间，这里点缀了一圈红色的珐琅，我来戴上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红衣服还挺搭的，它的寓意就是寓意万事顺遂，来年富足丰沛，红红火火。下一个盒子里面也是这样的一个包装，哇，是这样子的，是吉来运转黄金手串，给大家展示一下。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下一个，噔噔噔噔，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配套的一个黄金手镯，戴上看一下，非常的有质感，谢谢梦金源，也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可以金年大吉，吉来运转。然后呢，我们来看下一个礼盒，噔噔噔，哎呀，已经占了整个屏幕了，是这个 YSL 的一个礼盒，很大的一个。哎呀，是这样的，还是按顺序来吧。一号，一个精华水，便携装的，一个口红，拆开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颜色。是这种暗红一点的颜色。三号呢是一个小香水，噔噔，是这样的，很可爱。粉底液也是一个便携装的粉底液。五号是一个女士香水，铂金之境的女士香水。这个呢是一个夜间焕肤精华液，是这样子的，抚纹精华乳霜，也是一个便携装的。九号是一个眼部精华乳。这个是一个爽肤水，好精致的一个小镜子，看
看，这那种再小的包都可以装得下，一定可以合上，好漂亮，喜欢。这是一个眼瓶卸妆液，这是隔面霜，滋润型的面霜，便携装的一个眼霜。15是这个一个卸妆膏，一个口红，也是一支口红，这样子的。这是一个项链，好漂亮。这个也是一支口红，这是一个精华水，是一个便携的女士香水，粉底液，也是一支口红，这也是一个粉底液，应该是一个气垫。好了，这就是 YSL 的礼盒，谢谢 YSL。再来看下一个礼盒，当，是加蓝色的这个礼盒，也是老朋友了。包装纸我好喜欢，上面碧黄蜂滋蜜精粹水，修护紧素精华露，是一个四色的眼影，它的包装是这样子的。最近很流行这种黄色眼影和绿色的眼影哦，改天我也要来试一下。护肤精华乳和丝绒唇膏口红，这个唇膏盒是这个样子的。再看一下这个口红的颜色。它的颜色是这样子，有一点裸橘，非常自然的一个颜色。这是加蓝的礼盒，然后呢，我们来看下一个，是菲洛嘉的黑曜石按摩版，是这样子的，好漂亮，一块刮痧板，菲洛嘉的礼盒，里面呢是有一个这个抗皱面霜、眼霜、浓缩精华，然后呢，我们来看下一个礼盒，这个是科研室的一个礼盒，是这样的，感觉好浪漫啊。第一个是金盏花的一个洁面啫喱，第二个是他们家的一个金盏花的爽肤水，高保湿的面霜，淡斑精华液，这是一个眼霜屏障修护霜，一个椰香护发乳液，氨基椰香洗发啫喱，这是一个清洁面膜，这个是金盏花爽肤水的一个便携装，防晒隔离乳，多重紧致修颜霜，两个金盏花精华水环面霜，这样子的。好啦，以上呢就是我收到的这些新年的礼盒，大多数都是这种抽屉式的，非常的全面。黄金的首饰，大多数都是一些护肤品系列。希望大家可以在新年到来的时候收到自己心仪的礼物。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拜拜。